回来了，人回来了，这怎么了？这是谁呀？你别动，你别动，长河，长河。 案子已经判了，我老婆这被陷害的。你当干部进去，谁知道是不是兵务闯了什么手段？他才该判的。那么大的事情，他没有责任吗？走出废话，王官，王官，你告诉警察，你们再这么闹，我就报警。报警你就报呗，报，你放着，哼，我们等着。你没必要，你把事情往大了弄。那你干嘛这么忍气吞声的呀？你天天这么来闹，受得了吗？再说你还坐了三年牢呢，跟谁说去？ 对吗？子言。